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这个烟唱直击的节目啦。咁我录播啦，会比较方便啲，因为正眼镜断讯啊，所以我咧都要录播比较好啲。嗱，今日咧就喺入边咧呢个地方嘅立法院 ，OK， 呢个就系国会啦。咁啊，呢个国会外边咧从门深锁嘅，你睇下所有警察已经企晒喺度啦。咁啊，入面咧就是、韓國瑜啊，各個黨團啊，喺即係組織緊嘅大會，咁就粗暴咁樣表決一啲法條。咁我上一個節目都解釋俾大家聽，呢一次咩叫反對台灣國會香港化，有程序正義問題，有法案嘅內容問題。咁歸根結底就是中國代理人嘅問題，其實香港立法會想複製到台灣嘅問題啦。咁呢個地方咧就係、是、咧。呢條咧隔離呢個地方嘅監察院，右邊呢個地方就係青島東路，就係好多人集結嘅地方啦。咁啊，頭先我已經入咗去嚇，去同大家睇嘅，咁啊拍一啲片段，咁啊遲啲我會上傳喺網路啦，咁俾大家睇下咧成個虛撼嘅情況。我諗現場集結係數以幾千人計啦，咁啊我諗睇翻成個局面咧，我諗兩三千走唔甩嘅啦，即係幾千人，我諗係三千以上嘅走唔甩嘅。咁啊，呢個咁嘅數字咧，我諗隨住入夜會更加多。咁今日下晝咧，間歇性都會有啲雨水。咁啊，而家都有兩滴嘅天咧，就比較黑啲嘅，但係咧不改不減好多人嘅興致嚇。咁啊，你會睇到好多嘅畫面啦，都可以睇得好清楚究竟發生緊啲咩事。咁啊，我哋去到呢個前面嘅地方睇一睇，咁啊睇一睇虛撼嘅情況嚇。因為入邊嘅情況咧，可以陣間嘅發言咧，又有一啲。影片可以同大家去回顧嘅。嗱，我哋就嚟到呢個地方啦，呢個地方就入口嚟嘅。咁啊，淨係喺呢個地方入得去嘅，有流動嘅洗手間啦。咁跟住喺嗰邊另一頭咧，即係遠方嗰邊咧，就唔俾入嘅，封咗嘅。咁有台灣雲嘅旗幟啦，咁亦都好多個唔同嘅嚇，即係關於抗議嘅位置嚇。你睇睇，我哋聽下啲人嘅聲音先。太陽花啊，有三條。哇！呢、這個就係陳柏惟，以前嘅台中市嘅立法委員啦。啊，呢、這個就好出啊！喺呢個地方，亦都好多人攞太陽花啊。咁入邊咧都好虛撼，而家就咧。接近放工時間啦，車就可以多啦。咁未來會唔會逼爆出邊呢條路咧？呢個中山南路咧就不得而知。咁呢個地方就是中山南路咧，青島東路口嚟嘅。嗱，警察係呢個嚟，留佢啦。警察係戒備森嚴。戒備森嚴，咁頭先我喺入邊都同部分嘅一啲人士傾偈啦，咁亦都係有發現嘅人士都係識咗一段時間嘅一啲夥伴去傾偈啦，咁佢哋都係講嘅嘢都係以正持嚴。而且咧係好簡單嘅講法咧，能夠將成個問題咧簡單咁勾勒出嚟，亦都正視除咗程序公義之外咧，亦都涉及到呢、這、一個法案嘅內容啦，同埋中國代理人嘅問題，即係中國嘅勢力干預嘅問題啊！哇，呢啲人好多。第二次擔起雨傘，撐起雨傘的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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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要努力哈。对，一定要努力啊！啊，我从早上拍到现在啊。早上拍到现在哦。我已经发了一个这个 podcast 的稿子，然后现在在拍，陆续有来。人多人啊，对，越玩越多人。六点半就更多，因为对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睇到有记者啊，咁啊可以。
即係佢都現身說法啦，睇到好多人喺邊行，一邊行一邊咧，除咗有人影相之外，就坐曬度。咁所以你話風雨無阻嘅，有曬棚㗎嚇。即係唔會話落湯雞嘅，而且咧一邊漏水啊，保證唔漏水。呢個成棚都係有啲功能。而且呢個地方唔似，而家喺嗰邊都有嘅係。就是團結為著台灣合，咁呢個係就係啲大細大初細嚟。哦，睇到個雨遮已經加咁細。風雨無海喺呢個地方度咧，繼續為大家咧睇太陽花。2.0啊，2024年、2014年，十年時間。相當犀利啊！